到最终站，这里藏着所有人的身份线索磁带，还有两个小时船就要开了。这艘船仅剩两个登船名额，只有这两个身份为本地人的成员登船才能获胜。作为异乡人的新主，必须与一位本地人共同登船才能胜出。另外，每人腰上都系有一块饼，这是你们的干粮，务必保护好，被人夺走吃掉将被直接淘汰。找磁带啊，找磁带线索。从哪儿找啊？就是角落里啊，电线杆上啊，树丛里。要不然咱们上那边找找吧。哎，要不然咱们上那边找找吧。哎，这是看着了啊。我去天，哇哇塞，咱们先蹭去。蹭听过？没听过，没听过，不知道什么味儿。你好，请问北海公园怎么走？你刚来北海吧？北海公园你都不知道？你好，请问北海公园怎么走？北海公园你都不知道？那是我配的衣服。我想听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音质。主要内容不重要，我俩没听过。有听到吗？飞机给我打下来，好不容易听一个。他应该是就是通过这些线索能推理出人物关系，声音有关系，而且你还得记住这个人物，每个声音都得分辨清楚了。他你也配了吧？配了，都配了。已经走开了，跟他们。其实刚刚我觉得子琪跟宋韵的话，我觉得游戏中他们两个稍微有一点问题，所以不敢跟他们两个待在一起。胡一天，你不是本期星星的主人，身份是本地人，你需要找出一名本地人，并与他一同登船，才能获得星星的奖励。胡一天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行动？胡一天是我心里的星主，嫌疑最大的人。那边是什么？这有一位。出来三年了，一趟家都没回过。我也想家了，也不知道咱妈怎么样了。男的有点像大勋这个声音，女的有点像，女的有点像谭松韵。这个对话挺亲密的，听着应该是夫妻或者是亲兄妹之间的关系。那这表示他们两个是一对吗？还是？所以我现在要先找到有人跟我对话的磁带，判断出，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，所以我能判断出那个人和我身份之间的关系。Hello， 我们两个现在的妆都只化了一半，正好你们来了，就帮我们把另外一半妆补全。谁化的更让我们满意呢？谁就可以获得验证机会。好，画牙上了啊，不好意思啊。这样这样，正好把这反应涂脸，那腮红。干嘛呢？不是，我俩比赛化妆，谁赢了谁就那个得线索。哇哇！姑娘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满意吗？自己看看，你满意吗？我觉得画的比那一般。不能自己满意，不满意，不满意。这样吧，现在你们来给我们卸妆，谁先卸干净就，给谁验证机会。对，我推荐你们用这个花西扣小白刷，卸妆特别干净。就这么摁是吗？然后就刷脸呗。我要是下手重的话，你就告诉我啊。花西扣小白刷卸妆是不是特别好？是。它的刷头又软又舒服，简直比手还要温柔。我觉得两位卸的都特别干净，那我们两个都给验证机会好吗？好。现在你们两位可以向我验证任何一位成员的身份，我会告诉你们他是不是星星的主人。谭松韵，谭松韵。你为什么想知道他的？你为什么想知道他呢？行吧，就这样了。是，